你今天在学校做什么了？啥也没干。你啥也没干，老师让我去学校吗？这次考试没考好。我早就跟你说，让你跟全班正数第一的一块玩，你天天跟倒数第一在一块。我刚跟他玩说，他就是正数第一啊。你看你，这一天天睡不醒似的，你晚上不睡觉吗？那不都怪你，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的，一晚上光听床垫子里的弹簧噔噔响，我能睡得着吗？我只能去学校补觉了。你别笑。看见门口的快递了吗？看到了。这是我新买的床垫。这是自然标记小弹簧床垫。这个这么薄，睡着肯定不舒服。看着，爸给你变个戏法。下面是见证其一的时刻。这也太神奇，太解压了吧。看，几秒钟就变这么大了。快上去试试。这个床垫怎么翻身都没有动静，你放心睡。整张床垫有2000多个小弹簧，怎么睡都得劲儿。2000多个呀？1、2、3、4。看，这里边都是好东西，夏天睡也不闷不热。能安排的都安排了，努努力，考回第一。我要是能考第一的话，咱俩是不是得跟我亲子再定啊？为啥呀？就你这个智商，我要是考第一的话，那你肯定是在医院保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